这个地方是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。哦，这大哥的评价还是挺高的，是、哎、这是非常非常好啊。实际上，大哥，你来自什么地方？我来自河北承德。今年多大年纪了？今年70。啊，看着很不错啊，状态不错。哎、怎么想着来这个巴马长寿乡的呢？我这是看着那个网上啊，新闻头条啊，新闻头条，哎，那有介绍巴马的这个地方。水呀、啊、空气也、啊、都挺好的啊、哦、我说我过来体验体验，我也没什么实质性病变、哦、没有什么大的病啊，我说来我治病了，不是这样的、哦、就是来养养生，来体验体验，来养养生，养养生啊、哦、好了以后呢，以后年年来哦、哎、这次来了多长时间了？我来了，我是18号到这个咱们这个巴马的啊、哦，我是从家是报了一个旅游团啊、哦，报旅游团来的、哎，对，报旅游团到了港珠澳啊、哦，广州哦，这个珠海、香港、澳门哦，转这么一圈，13天哦，最后一站是这个湛江，我一看这个湛江离咱们这广西这个非常近呐哦，原来我计划的是从这个团啊回到家。啊、再从家再来，这么一闹呢，我不就近了吗？省钱了，又省时间了，对，是吧？我就从湛江直接就过来了。哦，第一站到南宁坐火车。哦，怎么样的感觉？18号啊，感觉怎么样？印象、挺好，挺好。啊、哦，主要是空气呀、啊。啊、哦，水呀、啊。哦，这个空气负氧离子高啊。我们家的空气也非常好，但是要比这儿比，那肯定不行了。那没有这儿的空气好啊。再就是水啊，啊，你看这水，这个小分子团弱碱性水啊，咱们家里不具备呀、啊，啊，对，这不是说咱们家不具备，全国也不具备，就巴马独一份儿，别说没有，对对对对，是吧？确实这样的，人家很多人来养生或者来治病，这个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你在这生活习惯吗？习惯挺好的，哦，不错，吃当地的食材。什么猪肉啊，什么什么青菜啊，都是咱们当地的啊、哦，自己做饭，自己做饭啊、哦，他这有富硒啊，啊、哦，地里边含富硒高啊，嗯，这是人体这个比较这个需要的呀，是吧？就说你来了以后，你适不适应吧？就说适应挺好的啊，感觉给人印象还是很不错的，印象挺好的。哦，有的人我听了人家说是这个，巴马有点脏乱差啊，垃圾呀、啊、到处见到啊。这个马路也窄，是这个瞅着就是很比较脏兮兮的。这个你跟城市比，那肯定不行啊。是，你来自大城市，或者说你来自县城，咱不说大城，就是来自县城。那巴马这农村怎么跟县城比啊？对，你不能那么比啊，是吧？我认为这个地方挺好的，有点脏乱差，它肯定在慢慢在治理，是吧？哎，在治理，一点一点好转。你不能一下子就跟城市似的，那就不叫巴马了。肯定你家里边那个条件、那个环境，跟巴马这环境肯定是有差异，对，有很大的区别。你不能用家里边那一套往这套，那是套不了的。对，是不是？你来的不是冲你这个环境来的，你是冲空气水来的。对，这个空气水没有变呢。对，负氧离子水仍然是啊，是吧？空气仍然有啊，那你就有这两样就足够了。就是你不要纠结那些个小事，那个鸡毛蒜皮的事儿。对，那就不能那么纠结了，对不对啊？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巴马？对，说明是已经说明了问题了。对，哎，你就是笨想着，你琢磨琢磨，这么多人来，这些人都是傻子吗？对，那些都是来受骗来了吗？不是这样的，哎，人家都是有头脑，通过考察，通过试探，通过跟别人聊，慢慢才试探着来了不走了，一来十几年都不走了，多了我一看着是不是？是吧？你遇到也比较多，哎、那已经说明问题了，哦，是不？那不走为什么不走了？好呗，所以说我要是。不啥，我也是，我得年年来，以后我就年年来。来啊！这个地方是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。哦，这大哥的评价还是挺高的、啊。这是非常非常。我说要上来巴马，很多人都持不同态度，反对态度。对，说你那喊那有啥呀？那不都炒作吗？对，是不？那骗子那是哪有那么事儿？那那么神奇吗？有的那个来了以后说癌症，判了死刑了，3月就死了，结果到这10年还没死呢，是吧？人家10年还没死，真的10年没死。这个确实是有，哎，确实有多了，也不很多很多。这个事儿，
他不是骗，他这真是亲身体验。对。但是也不是说是每个人100%的啊。来了都能达到你预期的效果，因为身体有差异，对，有的你就跟吃药似的，有的药对他有用，你要吃的药同样也这个病就不管事儿。对对那为对，什么呢？这就是身体的差异，对，你不能那么较真儿，是吧？对对对，你那么较真儿就不对了，对，是吧？你来到体验了啊。说好，我多待2天；不好，我少待2天，对，是不是？对待不好，咱回家，是是吧？的，这是自由的，是吧？对，总的来说啊，大哥是很喜欢这个地方的，非常好，哦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行行行，那咱今天就采访到这里，好嘞，好嘞，谢谢大哥啊，好。